然后洋菜没买，你也在咯 ？Asian Market 对吧？对，有米糊酱没有的，米糊酱。OK， 我今天属于 Amy 也不送东乌鱼没洋菜米白，哎，把酱类属于 Asian Market 啊，哎呀，老少就叫我们就差多乌鱼乌鱼虾米糊也没属于，什么米糊？好个，你这乌鱼呢，比比送不话一只，你这叫我们就不送东乌鱼洋菜米啊吧？这乌鱼也属于就差多乌鱼，才出差这里个米是白，把酱属于嘛，乌麦疙瘩不喏？啊，这个你们乌鱼白虾味属于嘛，乌麦疙瘩这个味，把酱类属于乌麦干嘛的，很有嘞面生吃奶没？比如阿青我来往，然后小车来买，哦，谁人家买嘞？人家有生意，好个，第四天不定嘞，人家不比如谁家买路，路边买谁家买路有不？然后跑百里嘞，阿大爷买，代表谁有买呗？阿大哥屋里阿只阿信，阿信，哦，跳路爷不？喏，哎呦，谁做嘞买嘛？人家生意多，人家是安尼的喏，对，屋里有种伊丽白温暖嘛的喏，好个，所以是阿不话好的。第二说你嘛家务的啦，那饭也往屋里家务吧嘞，好个，跳路爷吧嘞。那这苦阿只都地点嘛是怪哩，那你阿说你嘛阿不是公母高呢？你开路米白。一大一排，所以阿婆暂时在听人嘅。好嘅话，第二话可能你买啲表都翻译翻屋里话，咁就嚟所以，你买个第二话所以，即差多屋里路要汽车用你咪搞，睇咩屋话地路呀？睇咩马车路呀？好嘅，睇咩屋话地路呀？话，即系我车路嚟嘅。好嘅，你买个第六十五年东部喎，喏，车路呀话，哦，即差多屋里话路要喎，喏，睇咩屋话地路呀？路，但睇咩屋话呀？就将路，先变咗车路呀？好嘅话，先变咗一边，嗱，将屋先，睇咩咧车路呀？轻咧车路呀？好嘅，少年都嚟所以嘅，而家少年都。就是面对，就差到天没乌云，啊，就乌云比较乌云，下乌云这样子咯。就乌云是没所以，你就乌云出来，不然变来来出来，不然是面对。OK 吧？那么天没带来看嘛，所以天没帮乌云过。啊，不这样，修多少路路面啊？对啊，多些事业，所以那么天没也没真难咯。那么地方所以天没得钱来，所以面里能帮我，我得干点伢提爸爸。天没面接多少钱？面接钱呢？所以伢提来来吧，来比较过这方面，所以就差到乌云这不比较天没接来吧？我们这里就乌云啊，我第三个明年的生意，钱比啊，不喏，大约。就你买一千五，明天再报，然后过啊，老乡你，乡你老一千五都比较吃路样，好。OK， 完了，给你，比如说，买好包来老沙路样，没打算就是嘿，来刚刚我们老沙路样吧嘞。OK， 哇，这个这个都包在啊，就我第五里啊，就差到里面，就还不一般呢，没好闻呢，里面票比较薄，然后来就古白四角路样，我打个阿大姐，把账来算，东山里的多啊，这个第四啊来买买，你多来安尼给我啊，这个业绩。好吧。然后第五里啊，你买票比四角路样就差不多，你也是安尼来给我是吧？哎。OK， 哇，别你买谁？我哋買對呢啊，就啲烏蛋咧，所以阿巴咧喎，嗱，咁咪啲蛋啊，兩碗煮出嚟，阿就攞不攞烤烤，冰鮮都係咪食飽？係咪嗱？蛋煮得出嚟，啊，你做呢啲講埋。好嘅話，烏兩碗咪幾錢咧？俾送東啲嘢就將佢烏都烏使用咧，阿老細俾到係喎，嗱。好嘅話，咪 video 翻啲俾只買，咪過嚟咪切俾我喎，嗱 ，video 翻啲咧咪切俾佢下嚟。好嘅話，而家俾啲嘢我切俾佢，烏咪繼續保持嚟將喎，嗱，啲嘢睇下有冇清理啊，有冇切俾佢。好嘅話，咪切啲幫 video 一 video 俾佢出嚟，咪冇即係烏做唔啦喎，嗱。我们该吃饱，好该吃菜了，就来吃饭嘞。我妈觉得做么啦？你那个，你那做路也罢嘞。上次在浙江红路嘞，我那个去吃，你打算明天看嘛嘞？今天才吃路也罢嘞。我们四周嘞看嘛算嘞。嗯，对，我们这个叫我们吃饱。好嘅，对人来讲，礼拜就咱们你妈啊不以为劳尽，那我们吃饱，喏。哎，到黑话，到你屋都不去了，到那里吃吃，然后。好，这个还是送到米粒家来的。对吧？有差别多，也别送到屋里耶。谁弄的？家长咯。好，我他 Korea 没批牌嘞， Korea 台湾没批牌嘞。OK， 我这张就来了。只有自己那边咯，啊，都叫你买，谁弄啊批嘞？东岛俺要在这批牌嘞，他们买菜也买嘞。屋里吧 ？OK 吧？他们买菜也买。东岛俺要奶奶别送出掉路也买。好嘅，依家咧，今日睇住就咁咯。依家从阿 B 四前买，点呢啊？我呀，依家就将会买乌纳蛇咯，得唔得？哦，乌纳蛇。好嘅，依家我从度买俾佢咯。系嘛，今次买嘢俾佢，不过十五号就都唔未嚟包。依家就冇东东古龙嚟，为嚟嘢做嘢先，系嘛？好嘅，阿就冇地方买，乌纳蛇跟得俾佢买。好嘅，依家买布嚟表示买。